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霸主的方舟斗兽场。今天我们要让纯输出和纯肉比试一下。一号战队100级全部加输出，二号战队100级全部加生命值。第一局比赛，男巨对男巨，你们觉得谁更厉害一点呢？支持纯输出请打一，支持纯肉请打二。比赛开始。这两位老兄打起来好像个异形啊，像异形吗？你们哥俩哎呦，纯肉的男巨好像不太行啊，几下就被咬死了。第一局比赛输出战队获胜。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局比赛，参赛双方都是雷龙。一号战队蓝色雷龙100级纯输出，二号战队黄色雷龙100级纯肉，你会支持哪一个呢？比赛开始。双方同时冲向对方，他们的步调非常一致。这形态看上去像异形吗？你们哥俩这样看上去还是比较公平的，谁都不吃亏。哎，这一局和上一局有点不一样了。到目前为止，纯输出的雷龙受伤更严重。比赛结束，第二局比赛纯肉获胜。那么第三局比赛，我们请出了哥斯拉，支持输出请打一，支持肉请打二。比赛开始。OK， 第三局比赛也结束了，纯肉哥斯拉获胜。好了，本期的方舟斗兽场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，欢迎在评论和弹幕里面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对了，你们喜欢给恐龙加输出还是加肉呢？